Hello friends, my name is Sharmisha. In my last video, we learned about the vocabulary of clothes. Now let's see the short video clip regarding the same. If you like my video, don't forget to give likes and subscribe it.小姐，您是这附近的大学生吗？啊，不是的。豆豆，你坐在这里乖乖吃糖，妈妈去看看衣服。这好。老妈，老妈。 你看漂亮吗？啊，你从哪儿弄来的？哦，在那儿。哎呀，赶紧脱掉！豆豆，你的裤子呢？脱太多了。 真漂亮啊！可惜我太胖了，穿不上。哎呦，小姐，你身材很苗条的，试一试嘛。好吧，蹦蹦的话你也信吗？哎呀，不用试了，差一点就成功了。哎呀，这件衣服挺漂亮的。 可惜太艳了。哦，哪有啊，小姐，你这么年轻漂亮，这个颜色啊，很适合您呢。我试一试吧。也不想想你几岁了，还年轻呢。还是算了，不试了。可恶，本来就要成功了。真合适我呢！哎呦，是啊，正适合您呢。哎，您试穿一下吧。<笑>好的。哎，孩子去哪儿了？这次一定要好好防着他。 快出去！